Let's box。非常的规范，对，从中角啊、向中间看，严格的按照这个规则来，对，也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细节，对。你看这个前手的重刺拳、直拳，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一记后手打结实了，站牢了、Dock in Dock in Dock in Dock in， 裁判在喊 Doctor 马上上来，就是啊、医生赶快进来。 What the stretchers No Don't touch him The dock The dock 不要动不要动他，非常有经验，非常有经验，助手都不能动，哎，让医生。 I want the stretcherOh, 要担架，要担架。He's okay。应该没什么事，问题不大啊，只是瞬间的昏厥。No, let the dogs, let the dogs。这时候先帮他把后手。Okay, let the dogs, let the dogs do it。Let the dogs do it。所以这个比赛这个。I want the stretcher in。对，我说嘛，重量级的比赛真的永远充满了悬念。对对对。这种庞大的身体被击中打下去的时候，这个场景确实极具震撼力的。其实这个法国选手啊，向我们展现了这个Dung-y-dung 非常棒的这个Dung-y-dung Let it breathe 水平，特别是他重伤的杀伤力。Let him talk, let him talk. Relax, Dung-y-dung. Not yet, let him breathe. 美女啊，刚才还在前浪，对，看得非常有激情。It's out.They said it's out. They said it's out. I just want to make sure. No. Oh, 就刚才啊。Not okay. Fine. Go ahead. 实际上前面那一拳啊，就已经奠定了倒的这个结果啊。Easy air. No. What's the pressure? 就这摆拳。对。Pressure.正好下巴，这就这拳，关键的这一拳、啊，这拳没打上。什么？什么变？变性？什么？这样的话，他是不是有机会、有资格挑约书亚了？约书亚现在不是 IBF 的现任重量级拳王吗？对。他这场比赛拿到一个国际金腰带，同时也获得了一个世界挑战拳王的资格。对他有这样的资格，那他下一步他就有机会挑战约书亚了。对 ，Okay, stabilize him for now.关键就是他可能啊具备去这样挑战资格了，但是他是不是法定挑战者，现在可能恐怕现在还不能确定啊。他已经是国际级的金腰带了。Put him on the stretcher no matter what. We put him on the stretcher no matter what. Okay.昨天在这个称重仪式上，这个法国选手啊，就显得特别的自信。其实从赛前的两个人的排名哈，对比赛的这种经历和应该说啊，包括战绩啊，其实法国选手啊，确实有优势。今天呢，这个我们看到啊，他将这种自身的啊这种经验、这种优势。通过有效的进攻，最终呢变成了一场非常啊漂亮的胜利。一场真正的 KO 获胜。对 KO。这个我们经常讲这种获胜方式 ，KO 呢就是说击倒之后彻底起不来了。对，在裁判数到十你都起不来的时候，这是 KO。对。那么另外我们也说的比较多的技术性击倒 TKO 啊，比如说这一个回合当中你被。独拔了三次，对，这就直接判负了，对。或者说被裁判终止了比赛，对，尽管没有彻底打下去，但是被裁判终止了，这都是 TKO。这个。尽管你在规定的这个读秒的时间啊，这个十秒钟你站起来了，但裁判看你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比赛了，对。挥手，这是终止比赛，这是技术性的击倒啊。
说重量级选手这一拳啊，真是太可怕了。现场的医护人员还在处理一下，因为这个拳上被击倒之后吧，一般来讲先让他恢复一段时间，对，不要轻易搬动他，我们看吧，担架撤走了，看来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没什么，对，自己应该是已经醒了，不需要担架了。实际这个拳击比赛，最怕的是一个这个两个实力相差特别悬殊，而且呢头部屡次遭到重击啊，对，一般这么一个单拳问题不大，单拳没事，单拳没事，坐起来了，坐起来了，没问题的。全场的观众都把掌声献给他。已经当潘奎奥和马奎斯的最后一番战，对啊。那当时他拍花在全场躺了2分多钟，对，被马奎斯前两天马奎斯不就放出话了吗，说给我6000万我也不跟他再打了，对对对对对啊，坚决不跟他马奎奥再打了，不打了，6000万美金也不打，对啊，没问题啊，所以要让选手在台上多休息一会儿啊，这是这个正常的啊，这个对方法。我们这个现场的医务监督也是我们北医啊，医科大学啊，第三附属医院啊，非常著名的于教授。2017年啊，应该说世界职业拳坛还是有很多我们值得期待的比赛的啊。比如说4月份，约书亚的比赛，对，约书亚跟小克里辛特比赛，对。其实今天上午，波维特金同那个英国选手的一场比赛。对，今天上午我们央视世界职业强争八赛，当然韩乔生老师跟李清正指导解说的那个也非常精彩，两场比赛也非常精彩啊，相当惨烈啊，对。我想真的这个2017年啊，有赫斯杯的这么一个比赛的铺垫的话，应该说预示着2017年中国职业拳击哈，也应该说有会有迎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前景，而且我们相信在未来几年是中国职业拳击这个大的发展过程，对对，特别是这个我们看第一场那个女子比赛，于亚红，我觉得这个这个是非常有希望成为对世界冠军的这么一位中国优秀女选手。莱克斯基站起来了，刚开始先给他找了把椅子坐了半天，对，现在站起来了，让我们也向这位选手致敬啊。现在助理是在帮他把这个拳套缠手部剪下来，应该说为了这个本届赫斯杯啊，即 IBF 世界拳王争霸赛呢，这个各方面都做了非常充分精心的准备啊，包括我们的裁判队伍，包括我们的医务监督啊，整个来讲应该说啊做得非常的好。
我们现在看到莱克斯基在助理的搀扶下正在下台啊。因为根据比赛的规则，只有他下去之后，裁判才能宣布最终的比赛结果。对，这是出现 KO 的情况规则的一种硬性的规定啊。他可能将会直接啊送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肯定是要直接去医院的。啊、这是这个通常的一个做法啊。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as he leaves the ring, we are all very grateful he is up and walking, and we'd like to show our appreciation for Marcin Rakovski. 女士们、先生们，热烈的掌声献给我们今天啊从拳台上走下的巨人马森·莱寇斯基。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official time is 42 seconds of round number four. Referee Gene Del Bianco dispenses with the count, stops the contest. The winner by KO victory. Now, the IBF Intercontinental Heavyweight Champion, Carlos Tucker. 女士们、先生们，这场比赛在进行到第四回合42秒钟的时候，判德比安科宣布法国选手塔卡姆以 KO 击倒对手，获得比赛的胜利。他是新的 IBF 重量级国际拳王金腰带的拥有者。下面我们有请澳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The Vice President of Air Macau Company Limited Mr. 廖涵希来为我们的选手颁奖。